有上等人称号的资深艺人梁顺燕，上月十三号病逝，享年九十岁。今日在红磡世界殡仪馆设灵，圈中不少艺人送上花圈悼念，黎耀祥、郑少秋、汪明荃和罗家英、周润发夫妇、刘德华、胡定欣、胡杏儿、陈志云、谭炳文等。前来亲自拜祭的有契仔李克勤和太太卢淑仪、刘少君、汪明荃、胡峰、谭善雄、孙圈、谭俊贤、李思琪、王夏慧等。梁顺燕一对孙仔代表家属接受访问。辛苦各位传媒朋友，今天是嫲嫲梁顺燕女士的哀悼仪式，今天是会以天主教形式去进行的。嫲嫲一生很精彩，很多朋友，也都很多好朋友送上了花牌花篮，在这里代表家人跟大家说声有心。大家都知道 Lily 姐，咁我哋屋企人都特登有揀到擺翻，特登喺靈堂都擺翻一啲 Lily 喺度，咁等佢亦都，因為佢真係中意 Lily 呢隻花，咁我哋都有特登有擺翻啲喺入邊，即係當然有夾雜唔同花，但係一定個重點就係有少少有 Lily 喺度嘅。至於相嗰方面，其實係冇特別安排嘅，我哋係純粹係想揾一張最靚嫲嫲嘅相出嚟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嫲嫲好貪靚啦。咁今次呢一張相，我哋係問咗 TVB 方面啦，揾咗一張劇照去做嘅。咁亦都喺度特別多謝 TVB。邊套？係呢套劇係《黃金有罪》，係未出嘅。咁樣，所以特登多謝 TVB 呢個安排，容許用一張嫲嫲咁靚嘅相。嫲嫲仲有冇咩話？嫲嫲其實講過佢一生係無憾噶啦。咁唯一佢有講過都係嗰句啦，喺病床嘅時候有講過希望繼續出嚟拍劇，咁呢個事與願違啦。但係其他嘅嘢都冇噶啦，冇遺憾嘅。對於阿 Lily 呢次離開咧，我相信好多好朋友咧，大家都好哀傷嘅，因為佢平時嘅人緣咧係非常之好。佢可以講得係女性嘅典範嚟嘅，所以咧每一個人咧都對阿 Lily 咧就真係非常之敬重。站在我嚟講咧，我當然係非常之唔開心啦，不過咧我亦都對佢有啲內疚，原因點解咧？喺若干年前咧。咁我哋大家一齊拍戲嘅時候咧，佢咧就聽到我哼一首歌，咁佢又一齊唱埋，咁大家都好夾嘅，咁樣佢就同我講：阿修哥，我個心願咧就希望咧就同你喺電視上邊唱呢首歌咁樣。咁我話好，有機會啦，有機會就唱啦咁樣。結果咧延遲到而家都未唱，所以咧就係我非常之內疚，唔能夠完成佢個心願。首歌咩名啊？首歌咩名啊？係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咁樣。不過都好彩，喺佢大生日嘅時候咧，我就同埋佢一齊唱呢首歌都算是內疚之中都還到他的心願，希望他在天之靈得到安息。